我跟你讲，那个照片哦，真是天杀的，你照得下来，那两父子好像三魂走了七魄，下来的时候两个像，没一张好看的，没一张会配置的。他就全程用英文去跟那个人讲说，哦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想要玩，对，我想要玩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因为我爸爸不看过。小朋友的模仿能力真的是太厉害，模仿能力很强，很强，而且是瞬间的。你们会不会害怕？比如说你们两个要接吻啊，要拉近，会怕他们小朋友看到？不会。我们接吻跟拉近这件事情都还好。但 sometimes 就是老公会说不要叫，不要叫，老公会说就是不要叫，憋着点痛苦。但是这东西就是真的很怕。哥哥脾气大，却极度胆小。爸爸怎么可能胆小？谁敢叫大长？家超级 Oh my gosh！ 你知道我们去碧潭，我们家住新店。他只要知道我们今天要走碧潭吊桥，他开车过去，他整个脸就臭到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吊桥会晃，然后又很长，你管得了自己的孩子，管不了别人的孩子。然后他有一次就走在吊桥上面，然后一上去他就说：“我跟你们讲哦，上去晃试看看。”这么长一条，怎么可能不晃？然后他就这样边走边说：“不要晃。”小朋友都不晃。不要晃，然后女儿就说：“爸爸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全家人都在晃。”桥会有别人，对啊，吊桥就算了。他这么大一只，你看他刺青刺成这样，他超怕打针。怎么可能？刺青，那这个针不一样，刺青更痛。之前去慈济打针，那因为他演过大爱嘛，所以其实在就里面的阿姨都认识他，然后就很喜欢，然后阿姨就看到他脸说。你怕打针哈？他已经登出了，他已经不想互动了。然后他就这样，阿姨打不会痛。他打下去，一打下去，他这样，然后我说这干嘛？他就说不会痛哎。然后我就说不会痛，你叫什么？然后每年去健康检查也是，你知道他健康检查会一定会抽血，对啊。他在那边，他就会说，老婆，你看那个人。好可怕！我会先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物色，像比如说，哎，每个人打完的表情是怎么样，然后找那个比较不痛的，然后跟比较资深的，对他们就动作就快很准。然后那护士小姐会说，阿妈打了吸气哦，你吸气就吸气嘛，她真的是从内心的吸，她是这样，感觉要唱歌了哦，然后打下去，她就真的非常非常怕痛，怕痛。怕高，然后对，就怕痛怕高。所以小孩也跟他一样吗？哥哥很怕，他那时候一年级入学之前要打针嘛，一次可能要补到两针。我真的觉得我在虐童，我儿子是差点没有十字固定法吧？整间诊所都听到我们的叫声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两个人压着他这样子。他尖叫哦，然后就超级超级怕的。男生都很怕痛，男生真的都很怕。还是你们家孩子也在模仿他？有可能。没有，小朋友没有看过我打针，所以当第一次我们全家那个时候去打那个流感疫苗的时候。我发现不行，在小朋友面前我就不能这样。哎，对呀，不然他们会模仿啊，也惊嘛，所以我得惊呢。然后就是真的就硬下来就惊住这样子，不然的话这个坏习惯当然身上不好。他害怕气球啊？你很会讲的呀，你的心我不懂，你的不爱，我的我们的婚礼整场找不到一颗气球，人家迎宾不是因为他是白橘色嘛，他希望有橘色、有白色、有橘色。橘色的东西想到最简单就气球，气球那个气球门这样不能有气球。然后帮我们做那个婚顾的人就说：“小可，那我这样想到一个东西，但你会比较辛苦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橘子，因为当季表示的是橘子。”个秀，个让人家炸东西机啊！人家在写的波多，个人一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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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橘子来，人家送客在送喜糖，我送送橘子，橘子在送。妈呀，不怪你生啥哎！那家人嘛，因为你就不敢用保险套。好吧，你
儿超独立，不怕陌生人。这个危险、啊，一定是小可啦。对你那么胆小，乔都怕了。对啊，轻巧的你，他注意耶。对吧？不会怕陌生人。对对对，你看嘛。对对，我们这次去美国，然后我带小朋友去水上乐园玩，就只有带妹妹跟弟弟去。然后呢，那个妹妹就是很想要去玩那个滑水道，要刺激一点。刚下去的时候都还好，就哇，都很和平的这样子，没有很快，没有很刺激。到中间突然一个，砰，一个大断层这样下去，我靠，温刀会碎喊，撞死了。啊，左边人，对，然后女儿就哇。然后一到那个大喇叭之后，就比较看得清楚了，就哦，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哦，慢慢的这样下去，然后我跟我们家老三就这样吓得什么傻眼，然后老二就哇，爸爸好好玩哦，走，我们再去拍一次，我们再上去最高的地方，我们再玩一次。然后我跟弟弟两个对看，没有没有，你要玩你自己去玩，我们两个去那个玩那个海浪那个比较好一点。对，然后结果他就真的一个人看，哎。有几个可能是有两个人的，哎，有三个人，哎，我还有一个洞，他就全程用英文去跟那个人讲说，哦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我想要玩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？因为我爸爸不敢玩。你看那个人在冒冷汗，那是我爸爸。然后我就带弟弟坐，然后我就远看看，看着他，哎，他真的就跟人家这样玩，玩了好几趟。然后他就很可以交朋友这样子，对对，胆子很大，胆子很大，不怕陌生人，你不会怕他危险吗？小时候啊，涌出来的看题啊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有盯住，但是真的一个不小心，可能就会被人家带走。对，因为他真的不怕，而且他是会聊一聊，他就会觉得哎，这个人好玩，他就跟他走。对，像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会这样，会跟人家走向谁啊？像妈妈，妈妈很容易跟爸爸聊啊。对啊，你只要有人问，我就说好。你是问得着哎，不然两个小时之后都不知道时间会变怎样。就是我不怕，不太害怕陌生人，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真的是胆子比较大，妹妹胆子真的很大。第一次去坐云霄飞车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有身高限制，妹妹差一点点，刚过一点点，那我就说，妹妹你真的太矮了，你不要坐，让爸爸让哥哥去坐。然后我看到哥哥的时候，哥哥讲我不会坐，我不会坐，我不会坐。然后我就说你去坐，爸爸陪你，我顾弟弟跟妹妹。然后我回头看爸爸，爸爸就说干嘛？我不会玩那个。因为真的没办法，妹妹要我陪她，然后弟弟又要我抱，所以最后是爸爸跟哥哥上去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照片哦，真是天杀的！你知道，下来那两父子好像三魂走了七魄，下来的时候两个人像，不一张好看啊，不一张会配一个啦。然后一下来之后，哥哥说。打死不会站回小飞车了。对他们俩就真的很胆小，但妹妹就真的很喜欢。我们去玩游乐设施，永远都是妹妹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再玩第二次。”妈妈，我们再去玩好不好？而且她也很耐痛。我女儿打针从来没叫过，她都是这样，然后看一下，还好哎。因为你平常都不叫。所以他听到，只是他听到的是不能叫。别再挨就刚破了，来凶，哎，丢来凶，对呀，竟然连床单都是破的，喂。